大家好，我是小丽。俺小姑租这个房，俺那个住户今那哈搬走了，昨天搬走了的。然后说今天来县城把那收拾好了，来县城啊，给他的天冷了，可以在这住来了。我正好过去把货收拾的，因为人家刚搬走里边，乱七八糟的东西吧比较多。这是家里买了一个炒菜锅，还没有用的，是新的，给他拿过去，他们也都不用买了。我给你买个锅咋嘞？给你买个锅，你等个不是买的。不是买的，你说没过上，这是从家拿的，这是俺买的，然后之前买的没用。这咱也不能，你不能买。就是来的，给拿来了，给我买啥？给买的。啊，我说你们这天了才给啥嘞？这都凉的。这不是说搬新家的吧？哦，这才是也是一个，这才是这说呀。这仪式感，哦，那这仪式感，哦，快点吧，那转把那个商店是，那好，忙着收拾改的呗，哦，那都太太，张太太，那厨房还是不丢，就是啊，是咋回事？嗯，收拾挺干净，那这个好好的擦擦是呗，嗯，要把下面这个拆的，主要没拆，哦。这个用的那啥一清洗都干了。哦，那厨房就挺大啊。嗯，那厨房敞是吧？嗯，还就挺宽还是。这三四也是在里边都算没问题。外头这还没打扫。外头这现在都破打扫了。是呗？俺弄着把这些地墩重新都墩倒一遍。嗯。里头这桌那都麻了麻了。那是小伙是吧？哦。那沙发看看死你。哎，套套的，那是正好没一头，我琢磨，他说再把这拆了，再把得垫一遍。哦，对，把这啥都洗一遍，弄得洗一遍。我还没有来过嘞，才刚在这看看。对，到这先看看嘞。这是个亮子，是吧？嗯。可以的。差不多年了，嗯，10000块钱是呗？嗯，哎呀，这屋里还是挺暖和。咋的？转转，你在哪屋睡呀？我在这屋里睡。你看这屋里这黑呀，玩地方大了，是呗？你老转悠嘞。别紧张着，你不是去过嘞？哦，就一间屋，就这一个屋。谁家门里面在床玩？他们是。这没事，睡也不低嘞。哦。是呗。哎呀，你说我朋友说不带他来，非得要跟着来，来了，那也是在这捣乱要坏。那吧，他也不用光看他，这也暖和。人家结婚不是冷的。嗯，外出去了不带，外出去不带。这也好说了，不出去了不带上呗。嗯，这边是个阳台，这是个阳台。哦，人家刚才是买了个顶梯，人家说把什么顶梯拿走了。是正好呢，家里还有一个那个缺德东西，他说把它拿来，来就是再来。还有呢，推大门。就是没有第一集。哦。别的都缺了。哦，那电视台那个也摆着了，再说再大一点。哦。其实那电视都看不了。太少，还有门开的动画片。嗯。在那边都不是都没有电视，之前一个那电视给咱家里拉回去了。好人。拉回去俺也不看。嗯，不错，挺好的。你要是当人家普通的一般一般的，人家是不是那收拾也都挺干净的，嗯，对呗？但这个不说对，怕大。嗯，对，就是东西配齐上去的。嗯，当时都有挺齐全。收拾收拾吧。哦。
是，人家这人家等着开开，人家用的都拿都不用了。哦，再等会儿我一下。现在树上树上没。嗯。那说实话。哦。好，挺满意。现在连个石头都摘了。哎呀，我栽成的，我要没栽成是吧？你家有点石头，没栽成的我都给这扔了。那我这沙子再弄了，把地下。我要墩布拿，买个钉墩布。这是专门的。哦，那是过年是超市买的。还有呢，还有这个老菜。嗯。就得拉一块儿的，这个是。是。哦，那现在有地下面的，关于下面的都在。哈哈哈哈哈。地下挺干净。嗯，弄来。改零了，是的。哦，改零了，那上石头，毕竟也是上白的，在这住过一直。嗯，对。在这儿。就是，人家说是就是乱七八糟的，东西就是有点啥是呗，掉地上的。嗯嗯。还弄着弄着了，一下子跑去。嗯。真不帅这个，但是这一边弄一边蹲，要不然没那么大地方。你蹲嘞，你也帮忙，来，可以呀，谁呀？可以呀，谁蹲嘞？哎，对，有事儿，我弄事儿。你俩人也拉了，人也拉。一只拖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坐在那不？哦。好。那我来跟你。来啊，刘老爷，人家家里准也住黑眼门，你看，挂的。